们缓缓起飞的这些七彩的灯光，就是今天晚上的无人机。今年我们特别以150架的无人机来进行灯光秀，就是期待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惊艳的视觉享受。而这些七彩的灯光也即将揭开我们今晚最灿烂的篇章。今晚我们将为各位带来万安主题的无人机图形，全新的设计编排，每个图形都是澎湖花火节的经典与万安的代表。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走入无人机的奇幻世界。首先我们以一个立体的爱心欢迎全世界的游客来到万安。万安岛上有丰富的观光资源，包含美丽的南方四岛、古色古香的花宅古厝、浪漫的网安口沙滩、珍贵的海洋保育资源，当然还有各位身后的这栋万安最重要的生态保育基地绿溪龟观光保育中心。同时万安也被称为蜜月岛，相信浪漫的海岛风情非常适合爱人们到此一游哦。包含壮观的玄武岩、广阔的草原、高耸的悬崖，还有知名的天台山，曾经因八仙渡海留下神秘的传说。而这里也曾经是日据时期日军重要的基地，因此留下了鸳鸯锅等重要的历史遗址。此外，万安的特色传统聚落也是大家不可错过的风景哦。生态保育重镇，最知名的绿溪龟生态保护区。万安是每年绿溪龟洄游产卵的重要基地，目前岛上有6处绿溪龟产卵栖地保护区，其中万安岛西侧及南侧沙滩更是全台湾第一个绿溪龟产卵的保育区。大家来到万安，不妨可以到绿溪龟馆走一走。而澎湖县政府旅游处也在万安的土地公港高处打造了一座绿溪龟造型凉亭，欢迎大家前往拍照打卡哦。万安的海洋生态十分的丰富，除了有绿溪龟以外，海底也有许多不能错过的美景，而珊瑚就是这里珍贵的海洋生态之一。万安将军澳更有珊瑚故乡的美誉。另外，近年来讨论度相当高的南方四岛国家公园，水下七彩的珊瑚礁、群聚回游的鱼群、清澈湛蓝海水，更是让游客趋之若鹜。万安的美丽媲美世界级的海岛，大家来过这样美丽的岛屿，见过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已经将万安放进您每年旅游的口袋名单了呢？除万安，仅有相当多的美食，许多人来到万安一定要品尝的黑糖糕、爆米花球，而万安的海鲜也非常的知名，干净的海水孕育出许多鲜美的海中美食，而小馆就是其中之一哦。所以如果您来到万安，不妨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一碗小馆面线，或者是也可以用清蒸烧烤的方式来享用天然的海中鲜味。那么这个时候呢，再搭上一瓶清凉的啤酒，这就是享受的海岛人生啊，如此惬意的生活，欢迎您可以每年都来到万安来体验一下哦。
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望安最神奇的传说，位于天台山的仙鸡岩。传说这是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在此留下的脚印，当时仙人一只脚印踩落在望安，而另外一只脚印则落在澎湖的花屿，也因此天台山被称为望安仙境。当然不仅仅这是有趣的传说，望安天台山也是眺望海景的好地方，大家看完花火之后不妨也可以在望安留宿一晚，隔天早上可以到天台山看看清晨的海上美景，体验望安仙境之美。是不是再给我们今天晚上精彩的无人机灯光秀一个热情的掌声呢？希望我们全新编排的澎湖以及望安的主题图形能够让您更加深入了解望安这里的人文风情以及自然历史，那么也相信大家透过这样子介绍之后对我们的望安更加了解，也欢迎您每年都可以来到澎湖，来到望安来走走，吃吃海鲜，看看风景，来找可爱的绿蜥龟哦。那么接下来邀请各位可以将您的目光移向您的左手边，因为在精彩的无人机灯光秀之后，紧接着登场的就是震撼的海上烟火秀。